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五场真正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五场真正的话，由灰烬之三九零、新年晨晨、点解叫老黑、管我什么、IYTEAN 啊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什么的感谢啊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先看一局菜刀局啊，先看一局菜刀局，整体质量可能还是，整体的话可能还不是特别精彩啊，因为最近反正捐赠还是老情况啊，投稿量不是特别大。好，那么看一下第一局的话，这边主攻曹睿啊，我们是一个七号位反贼哈、啊，起手有菊花，这菊花的肯定是克曹睿，但是他的灰兔而言的话还是能防御住的啊。那么主攻上来就忙给一波黄盖啊，黄盖就拥有天性。那边啊，曹仁反贼，那么曹仁反在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开心的啊，毕竟还是属于防御能力相当强的一个武将，过个拆桥，那么那边的话无懈顺手再来，但是顶不住啊，黄盖这一波明剑加那个输出啊，加黄盖输出，南蛮入侵打出来，我们直接出杀啊，直接出杀，那么曹睿回血，黄盖九火路啊，九火路这个有点狠啊，有点狠。黄盖这一把的话输出的量太大了太大了，反贼赤桃闪电挂起啊，闪电挂起，但是这里作为反贼肯定不挂闪电啊。孙伯符孙笨的话继续杀黄盖，那边顺手转羊，万剑哈、啊、忠臣，谁有权力谁就拥有天下。好，那边的话万剑打出来看一看啊，那么这样的话那边决斗再扫啊，决斗再扫足了哈，就这么足了。那么其实开局的话就是直接被主攻啊，一个明剑大配合啊，明剑大配合。刘峰呢注意啊，刘峰他是质疑的虞姬的啊，所以的话这里是反，那么有人啊应该是内奸啊，这里可能徐盛，你满身都是破绽，但是有逃哈，有逃。这一下的话是注意啊，刚才这一下是三血啊，对吧，是三血哈，菊花刀两血，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暗箭再来，谁就拥有天下。好，那边的话南蛮再开，以拓疆土。那么虽然开局这边呢主中啊带了一波大节奏，但是主攻瞬间被我们这一个菊花刀啊伤得太深哈，你伤我太深哈，大哥放心。那么第二进入第三轮的话，我们应该来说这第二轮啊应该来说我们菊花刀啊发挥不到啊，发挥不到。那边过寨桥内奸嘛，对吧，这里啊孙奔还被轰了一下，这就尴尬啊，尴尬。那么杀虞姬我们是缠怨到了，这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啊，刀法玄机莫测，那我直接杀一刀，这个我们是猜不了啊。这个时候大家尽量不要去猜了哈，不要去猜了，反正有办法控虞姬啊，不要急着去打哈。那么我们刚才杀掉一刀哈，不过主攻这一下的话继续空城了，嘿嘿，我们手里有九，能不能摸到红杀呢？就看这一把哈。徐盛来，起，庇佑江东，杀虞姬。蛊惑闪啊，那谁还这是谁猜的啊，刘峰啊质疑的啊，真敢质疑啊，真敢质疑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来九杀四血啊，九杀四血，那这样的话求三桃对面太难求了啊，太难求了。你满身都是破绽。好，那么这里的话第一局啊，这个拍马菊花还是很不错的啊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后面我们来看一局曹冲，这一局整个前半段啊应该来说整个前半段啊应该来说还好啊，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就看后半段。好，这一局的话上来啊可以看到神女部，昨天我们刚出过一局啊，神女部也是这里主攻的话上来，反正就是猜他偏中一点，偏他中一点，那么直接砍下去。但神女部这边也不动啊，过拆也不动啊，可能还真就是中啊。但曹植的话过拆桥也没有去拆主啊，直接拆女部，那这样的话女部感觉呵呵没杀大哥真认真的吗你
杀过了啊，杀过了有闪亮啊，好，不好意思，看错了啊，又看错了，忠臣啊，忠臣，这勒布斯说你不忙贴一下，这看不下去啊，如抽丝啊，射手打无懈，鬓鸟组词，听频道微妙者，郑娟啊，郑娟的话，郑娟没有人，没有用，安得其法。他这里的话也就顺了一下我们啊，没有顺华佗。那我们桃园结义开出啊，桃园结义开出给神女部回了一些啊，火攻忠臣是我的，这样的话现在啊就是那边杀一刀啊，杀一刀，左慈的话先标个反吧，因为他没有顺华佗啊，是顺的我们下将曹植凡，都是我的，给我就好啊。那么这一局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个青钢剑啊，可以保小保一保华佗啊，猛药，哎，那边还在拆，哎，那你这个把你的护身符给拆掉了啊，杀我们，我们直接出闪了。频道微妙者，程以奇可以转危为安。这里的话最后是弃杀了啊，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主视角相当于没有动啊，没有动，没有动之后的话容易引起矛盾啊，无懈可击，粘弩被拆了，以御外患啊，来杀一刀，曹植翻回来，但是他狂暴啊摆在那边也没有什么作用啊，这现在还没攒到六个，对吧？如果像昨天那一把，对吧？神女部你自己发挥一下，嘿，对吧？攒齐六个就可以动啊。哦，那么阿张那个老头儿，走好不送啊，走好不送，拜拜吧。南蛮入侵，我们终于啊选择卖行了。嘉一应该拿着吧，嘉一拿着，南蛮不要了啊，南蛮你这要了也没有用啊，弃掉呗。杀一刀，左慈看看能不能活啊？没有宝啊，没有宝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救你。最后还是没能保住啊，没能保住。那这样的话，最后打来打去啊，左慈是个内奸，哎。那我这里来，丞相啊，拿到桃啊，拿到桃。但大师这边可以换啊，分一半。然而大师这里，直接给牌啊。还没有那个给我们这边啊，这边还去杀主，打的什么鬼啊，打的什么鬼啊，打冒死一剑啊。不过啊，神女部有那一轮啊杀过曹植的，让他翻命翻回来，然后去打二张。来，这个时候啊，大师没有换牌，那我们来桃子，丞相来桃，来吃桃，再来酒哈，来酒，万箭齐发，再来有酒哈，有酒，继续可以活啊，继续可以活。那么他万箭都开出来之后的话，其实就已经说明啊，他手牌里面嘿嘿。那么南蛮入侵哈，出杀了啊，出杀了，活罪难受哈，活罪难受。那么决斗，那么注意这里一个地方打得非常的极致，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？对吧？他们去浪打，想玩主攻啊，翻面模式，然后曹仁嘿嘿，大爱无疆啊，大爱无疆，我主攻我也可以保啊。那这样一保之后，我们手里有酒，有斧头，直接可以狙击主攻了，无中生有，过河拆桥，来拆一下桃子啊，有桃子。那么这里的话选择了直接举主，来灌石撸一发哈，撸一发，别着急，给我就好，一脚再来一桃啊。那么翻回去，我们最后的话还有个决斗，硬骚啊，硬骚，来两杀，正好撸走啊，正好撸走。最后这里啊，忠臣啊，忠臣玩了一把，真是呵呵哈，呵呵，让你们去浪，让你们去玩翻面，对吧？结果啊，被我们曹冲人心反用一波啊，反用一波，这一局打的啊，另辟蹊径了啊，另辟蹊径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局。下一局的话也算日常啊，不太常见的。我们主视角呢，八号位反贼何太后，这个真是好久没出过捐赠了，哈哈。何太后刚出场的那段时间啊，太后的各种视频啊，现在不多了，现在大家玩的比较少，因为稳定性比较差。孙笨，天主虚声本来就偏反，但是这个南蛮开的真是不能看啊，不能看啊。这一局自由场啊，等级还是稍微低一点。那么南蛮我们这边直接出杀，当然主攻啊也比较怂啊，毕竟等级低啊，他这个只想着自己防御顶峰，这样的话整体啊反贼的节奏就是撸主啊，就是撸主啊，一点都不会防觉醒什么的啊。甘宁接招吧，对吧，你的牌太多了。那么三连反，最后的话这边啊三连中，两个大白板，一个大菜刀哈，一个大菜刀，猴子和郭嘉其他人肯定不会去动了，对吧。那么这里的话直接啊主攻被嫖到两血哈，直接被嫖到两血，对吧，两个白板，两个白板，这是六六六啊。那边中啊，其实他这里的话、啊、选择一个四血去打，我们这边啊挂上灌石借刀没有用啊，最后七了一闪啊，七了一闪。那么那边一个无懈保住了勒布斯鼠，那么这个时候由于主攻啊，哎你回合内我震毒没关系，对吧，控你一血只能囤一排，后面呢两个反贼有联动，但是啊实际上这个勒布斯鼠其实是贴命了，我们这边直接怒送九杀，哈，直接怒送九杀。这一局其实就是啊宁辟蹊径了哈，宁辟蹊径。这个在主攻回合内行动你两血，那我震毒就不客气，手里有闪，对吧，这回合的话一排，后面的话虽然徐胜这边啊是直接徐胜这边是直接那个贝勒，但是啊也是天过，天过我们就震毒啊，不天过的话就给丁凤去震毒，但是他手里一闪估计就震毒丁凤也没有用，甘宁的话也就负责拆，我们最后的话可以想办法再把孙笨撸一撸啊。这一局啊很快的一个，哈哈，孙笨就这么被坑死了。好，后面的话两局内奸局啊，这两局内奸局的话看一看啊，先是一局大嘴主，我们是一个八号位内奸啊，整体打了十七分钟啊。这一局呢主视角这边是诸葛诞啊，诸葛诞极为幻象，准备犯贱啊。大嘴的话上来先射一波啊，那么狗货的话他其实是应该给主攻卖的啊，其实是应该给主攻卖。那么那边的话教主雷击啊，攻一下马超啊，那这样的话整个这忠诚啊，像这一局蔡文姬肯定打得有问题了，对吧，你这无懈这么打的吗，首先你上来就要掉血啊，这毋庸置疑啊，然后这无懈要就是要保狗啊，保狗想都不用想啊，想都不用想。那么这一局呢我们可以看到开局主攻啊就拿到了优势，然后决斗去拼左慈啊，拼左慈，这个桃子这两人你还不如那么多杀啊，对吧，扔一波。这里大嘴打得差了，打得差了，那无懈保了一下自己，那么最后的话他五张牌在手里啊，没再扔了哈，没有再扔了。好，桃子包起啊，桃子包起，这里蔡文姬打得不好啊，主攻也打得不好，顺手撸左慈九杀一刀哈，狗带啊，狗带一桃两桃就急了，这个有点溜了，与他一搏吧。来驱虎吞菜菜啊，菜菜子那么这一局的话主攻上来啊射翻了一反，后面呢其实啊这个等级太低了啊，实战经验可能不太足啊，对场上的局势呢把握不好，那么最后姜维杀一刀狗货，功成伐战臣不得不死啊，教主吃桃，我们这边来挂上人王啊。那么现在其实场上的话六个人啊，我们还不能觉醒，当然觉醒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掉血哈，就是掉血，对吧，要受伤哈，要受伤，治兵之战休养好师某个哥哥客气想不约闪电，这个不过无所谓啊，他这个有那个
觉醒器啊。那么最后在这里的一个状态之下，哎呦，人王还丢了。现在从目前啊，打到目前的阶段啊，我们都没有去爆发哈，没有去控场，就是看戏啊，就是看戏。那么主公那边的话，索索连环，希望闪电再一次劈中。菜菜啊，那这样一劈之后，我们控场难顶就没了啊。其实剩下的人就好打了。哦呦，这三刀啊，左慈一记竟然都能啊捞回来，真是六六六啊，六六六！连姜维，这连左慈啊，这肯定是连左慈啊。好，顺手教主跪啊，教主跪。那么最后从目前，那么我们暂时还是觉醒不了啊，还是觉醒不了，对吧？你要一旦进攻力，南蛮啥都弃掉啊，他整体状态找不回来啊，对于我们都是有利的。现在我们手里握有重兵啊，黏弩，其实木马可以挂在这边啊，如果到时候掉血的话，你觉醒就是补到最上啊，补到最上，等同于体力上限的张数，那样可以多摸一点啊，多摸一点。所以木马的话可以放在装备区里面。你倒不一定说要把木马里面塞东西啊，这个以前我有一次解说的时候没有到位啊，这一次记住了。好，那你大嘴杀我们一刀，那下一轮的话直接啊就开始觉醒了，嘿嘿，啊开始觉醒了，举义了，举义了。眼之所见，皆为幻象。当然，主公现在状态相当之差啊，我们手里而且没有桃，还好不是九煞，没有关系哈，没有关系，来。觉醒一步啊！司马氏篡权，我当替天法之，该来的总会来的啊，该来总会来的。这边的话应该来说顺手啊，拿手牌，最后的话挂起连弩，九雷杀一刀，轻轻松松啊，轻轻松松。我当之手，司马氏篡权，我愿以剑为马司马氏篡权。好，最后的话这里就啊轻轻松松了，这一局就是。主视角啥事都没干哈，就是窃取了对面的胜利果实哈。人家打的啊，这个是费尽力气来打，我们就续了一把连弩，最后一个哈举一觉醒来捡一顺手带走，啊，轻轻松松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最后一局啊还是有控场顶啊，有控场顶。这一局的话，六号位内奸啊，看一看啊，当然这一局内奸啊，老牌内奸选了树霸啊，树霸。树霸玩好内奸的话，基本就是要算好啊。你比如说庸四弃牌，对吧？这个庸四摸牌，我们是气质是势力数，那一般的话是四张，所以的话你尽量作为内奸的话，肯定是要想好自己囤牌，首先是囤牌防御，其次是输出。如果主中的输出能力比较弱的话，那可能啊还是还是去那个。杀！哎，那这里忠诚啊，反贼。那这一局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面上来讲啊，我们是处于反贼的包围圈中。那么主视角开始是怎么打的呢？决斗先表个反，那么后两反的话，至少不会来打我们了啊，至少不会来打我们。那这里一个决斗，那这一波三木马其实可以不用啊，因为你要算好，你弃四反，对吧？弃四反。激其薄弱，斩击稍纵即逝。那么王基老啊，王基老那边锁锁，所以我们这里木马啊，有王基老的旗帜在的话，基本这个木马不要考虑啊，过分的去把牌往木马里塞，对吧？尽量就是弃几张牌，留几张牌，就是想好了差不多。彩文姬又天过乐哈，这俩反贼真是。今日莫输。刚才是无懈的还是天过？师叔未能全计。天过了，来香一个啊！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啊，忠臣，特别是蔡文姬这个位置，董胖啊，要撸他真的是轻而易举哈，轻而易举。酒色哈，美人儿，对吧？这样就贵了啊，就贵了。那么马超的话，一桃吃起，后面这边啊，那我们的控场难顶啊。马超和董胖应该来说不虚啊，不虚。其实我们现在木马也不走啊，整体已经表身份了，就是内奸哈。那么暂时啊，反跟中的人数的应该来说是平衡的，我们还是看戏，先看戏啊。那么控场难点的话，皇后啊一旦完全觉醒，对于我们，不过马超这边有铁骑，希望他能够啊跟
皇后这边互拼掉，因为他跟皇后互拼了，我们是稳赚不赔啊。我他这边铁骑选择了撸藤甲，撸藤甲，那我们这边肯定是不给他好牌的，不过给了一张圣手，哈哈，想让他利用他去打工啊，结果难埋。矫诏啊，注意矫诏是需要点那个矫诏之后才能啊用顺手的。那我们吃桃，对吧？这四张牌，这里打的比较激进了啊，留了俩顺手哈、啊，留了俩顺手，好评。那么跑线一波，马超手撕吧。那么现在啊，这里的三个反贼其实都算啊，有的时候难控，但是皇后由于刚才一刀啊，一刀掉了两血，他的那个担心啊。只能半觉醒状态。夏侯霸是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啊。夏侯霸一个是打到两血有咆哮，打到一血有神速，而且是新神速三刀流，三刀流这个点要注意。那我们继续啊，这一次的话是声明的过差啊，声明的过差，还是让他去打忠臣。那无中生有，那这一波该行动收个人头啊，收个人头对吧？顺手转圆拿个八卦，拿个人王啊，保一保。最后的话冰娘看一看啊，还是攒了一下，最后冰娘也不控啊，冰娘也不控，这里就留杀神啊，就留杀神，夏侯霸的话也不会来挑我们了。但是王继啊，你这个时候还是哎，终于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对吧？王继他这个奇迹啊，肯定你这个木马、啊、不太好保，所以不要想木马的事儿哈、啊、毕竟你现在啊，他这个就剩一个白板中，他们俩反肯定要考虑你这个内奸的输出能力。你说我省，最后我们主视角这里还是就过牌看戏啊，过牌看戏。我们现在最好的方法啊，就希望董胖这边啊，冠石能扔个九杀出来就漂亮了。我这里啊，我们已经挂上了闪电啊，求闪电，求闪电一般啊。稳定共长闪电都不是一仗啊最好的策略啊，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，因为整体你这样打的话还是容易坑到自己。好，那边过拆桥崩坏，闪电无懈啊，确保自己不能说功亏一篑啊，都打到这个阶段了对吧？那么锁锁连环杀一道王姬，乐不思蜀控董胖啊，控董胖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像乐不思蜀你这里对吧，手牌一出了，你刚才这个乐不思蜀其实可以囤着，可以囤着董胖，但是我觉得主视角可能是怕董胖啊，一个九杀收到人头，技能枯等军令，但是那、啊、看吧，积极薄弱啊，战机稍纵即逝，来怪石终于拆掉了，军令可为不可胜，但是这个粘弩挂起来，嗯，现在主攻血线啊被压的比较狠啊，董胖洗牌，他这里的话有乐不思蜀，乐不思蜀。好，我们还继续杀董胖啊！乐不思蜀控一下王姬啊，控一下王姬。饶你不死啊！现在主攻那边呢，哈哈，最后的话王姬劈死啊。那一个闪电终究还是帮了我们、啊，帮了我们。我反正是每次打不敢挂闪电啊，反正挂了几次都是输啊，怎么挂怎么输，哎，每次都劈到我们这边。一壶九杀。夏侯霸这里就是有一个点，就是我们说的啊，因为你自己这边啊有个，你注意啊，他如果三次神速，那跳过摸牌人王不保，对吧？七张装备人王保不了，最后神速人王还是保不了，所以你这里可能啊后面打夏侯霸要稍微注意一点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视角就是直接去控了一下董胖，场上的话就弃三张牌续爆啊，现在就续爆对吧？万箭决斗火攻，那么夏侯霸他也不敢轻易动孙笨呐、啊，对吧？不敢轻易东倒一血，东倒一血那就是坑内坑自己，完全没有机会。那么因为内奸很有可能啊，我们刚才已经弃过那么多桃了，所以的话夏侯霸很有可能就会担心你这边啊。那么杀一刀，最后的话弃三牌，万箭难埋，还是扔了啊，留了火攻决斗啊，留了火攻决斗。火攻的话意图就很明显，就是夏侯霸那边决斗，应该来说也是夏侯霸哈，也是夏侯霸。董胖九杀，然后吓人啊，吓人，一半入我手啊。这里正好啊，是火攻，
火锅没有必要啊，火锅你还是可以续一续啊。你这里董胖，你不要急着去杀董胖嘛，对吧？这里我觉得董胖你慢慢留着他，你尽量还是要保证满手牌啊，尽量保证自己的满手牌，对吧？这里最后啊，感觉还是操作啊，烧过，你就上来一刀，然后弃三牌，满手牌过，多好的一个状态！不要过分的去打工啊，而且有夏侯霸在，他说不定会去控董胖。嗯，现在我们看啊，现在的话顺手人王继续拿回来，无中生有，最后解锁啊，铁锁连环，杀一刀主攻，还控主啊，控主。反正这里啊。打树霸做内奸啊，最正常的打法就是说控好，最后我手里四张牌弃几张牌，正好留下四张手牌，对吧？那么这一个兵娘其实有点伤了啊，这一波就选择不行动，留一张闪做防御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天下我有啊，那边的话再杀孙笨啊，弃牌啊，弃牌。孙伯父啊。青龙弃牌啊，青龙弃牌，那边再杀挑衅啊，看来夏侯霸手上杀也不多啊，主公继续吃桃。主公这个时候啊，其实我觉得啊，他应该来说赶紧强行求觉醒啊。大家还记得前几天有一个决斗自己啊，强弩宝自己掉血的那个，对吧？这里孙笨，如果你不觉醒，最后啊，你像这单挑跟树霸内奸去单挑啊，你有藤牌优势，有藤牌优势，但是树霸也不虚你啊，也不虚你，所以孙笨这里啊，应该来说尽量啊要觉醒的，要觉醒的，顺手。现在我们主视角满装续爆，对吧？你对面啊很容易被崩，手里有钻石，无中生有啊，顺手斩阳，粘弩来了，无中生有，再来一个。那么三杀在手里应该来说有机会，还有个南蛮先杀一刀，那么直接手里没闪，那这一波直接带走了，直接带走不死，还有南蛮不死，南蛮肯定是 A 一下赌一下。那么最后的话这样终于拿到单挑了啊，终于拿到单挑。那么这一局整体数吧，打内奸还是续爆的概念啊，续爆的概念。其实最近啊有玩家投稿也有数霸的，不过那是一局输了的局，我就没有拿出来用啊。那一局其实打的也是很不错，虽然最后输了，可惜就是奇杀一招吧，我忘了结局是怎么输了的。反正比较可惜啊。数霸有的时候控场呢，整体过盘量比较大之后啊，有的时候打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，因为你比如说有一些时候啊用力过猛，牌也用出去了，对吧？但是人头又没收到，这个时候很容易给忠臣啊留下空隙，对吧？你毕竟有一个庸四的负面弃牌技能在这儿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啊继续杀孙笨，乐不思蜀，一半入我手，入我手啊！现在是一半在手里啊，但是就是最后这边啊又是一个要求稳的状态，主公凉血不能轻易把他带。啊，不能把它轻易的，所以的话，这里开始续，两火攻一绝一杀，当然决斗有的时候，果山桥锁锁连环啊，那他这里啊，那就带走了，那就带走了火攻啊，这里应该来说是啊，没有问题吧，没有问题啊。大汉天下，一半入我手。说吧，有的时候打起来还是挺糟心的啊，挺糟心，这一局还算可以吧，还算可以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捐赠就到这里，最后就谢谢大家。